之前不是有那个小玉的那个付费观点，可能我访问的人主要都是 YouTuber，所以他们在讲这些人的角度的时候，都是用说观众或是更用陌生的角度。可是你那时候给了一个很特别的角度是，啊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都相处那么多，我们很熟了，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。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都相处那么多，我们很熟了，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。